快建设世界级的大湾区，发展最好的湾区。深圳正当中国式现代化的排头兵，深圳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。文博会正以不断攀升的国际影响力，不断扩容的国际朋友圈，成为引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。